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海老马。今天呢，来到这个荣城的一个一线海景房项目。我现在在这个所在的位置啊，就是滨海公园，下边就是沙滩大海，最美的三沟湾，八大海湾之一，一路之隔，后边就深，我身后就是这个项目。今天天气也特别好，这才叫碧海蓝天呢。一会儿到售楼处吧，再到售楼处里边，在沙盘上再给大家再详细讲解这个项目。现在跟我到这个项目里边，主要给大家先拍拍周边的环境。环境是确实特别好，在荣城来说，这一线海景房里边来说，这个项目还是环境是最好的了。现在我带大家到售楼处，在沙盘上再给大家讲解一下。现在我给大家拍的就是这个整个这个海世界的一个沙盘图，我现在站在高处给大家拍一下，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这个项目呢，有这个花儿样房、高层，还有小高层，还有中式合院组成。这个位置呢，就是它的小学和幼儿园的位置。一路之隔这面就是百合湾，休闲旅游度假区，这面就是三沟湾，这是沙滩大海和国际海水浴场。顺着门前这条路呢，再往北的话，往北就是去这个绿岛湖、樱花湖和这个九龙城休闲购物广场，还有这个荣城市政府这个方向，都非常近。周边呢，就是它这个绿化，像黑松林呐，像这个中小学，还有职业高中、海洋大学啊，都在这个小区的周边。像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到大学，一应俱全。这个小区呢，也是这个学区房，小区的品质呢也非常不错，而且周边的环境也非常好。现在一会儿呢，我带大家到这个样本间，再给大家拍拍它的住宅的样本间，我再给大家讲讲看它样本间的户型，再给大家讲一讲。现在咱们来到了这个是100平的三室两厅一卫，这是个边户的户型。这是一个北向一个入户门，一进来这餐厅，南向的客厅，北向的厨房，完了卧室、卫生间啊，卧室这边户的，这是边户有个小卧室，完南向的一个主卧。现在呢，我今天带大家到这个样本间里边，这是一个入户门，入户门这边两边啊，它做了一个鞋柜，南向的一个客厅带阳台的，餐厅。北向的一个厨房，这是个全明户型，这是个边户，干湿分离，北向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，干湿分离的，北向的一个次卧，这个次卧还挺够用的，那餐厅，南向的一个客厅。因为边户嘛，它这里中间有一个小的一个卧室，其实家里要是够用的，家里人口要少的话，这个完全可以做一个书房，或者说家里人口多，这个做个榻榻米啊，就是储物空间也有了。这是南向的一个主卧，这一个边户吧，中规中矩这么一个户型，一个客厅，南向带一个阳台。这个房子就是精装修嘛，精装修的，高点楼层的话完全可以看见海。这是三个卧室，中间一个卧室，北向一个卧室，厨房，里边干湿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卫生间，餐厅，客厅，这么一个户型。下期呢，我给大家再更新那个82平的那个，还有一个82平的户型。下期我给大家更新82平的。大家有想了解荣城这面，比如说一线海景房啊，或者合院啊，或者别墅啊，独栋的，或者是联排别墅啊，这些项目，各个楼盘的信息，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威海老马。